我想要先讲一些话，就是我是雨芳，然后他是我的好朋友赖赖，然后是像家人般的好朋友。那本来这首歌就是，其实就是不是他帮我伴奏，是另外一个像家人的好朋友帮我伴奏，但是好，但是他就是我们在练团的前几天，他就是爽约，因为他很意外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，然后就是我本来就是很难过，因为我真的很心痛，然后我想放弃这个比赛，可是就是后来我想一想之后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教我更懂得怎么知足了，然后我也很感谢赖赖，他就是马上答应我，然后就冲过来跟我练团，然后一起面对这个比赛，然后我想把这首歌献给那个好朋友，虽然他现在在家里看不到，可是我一定会录起来送给他。Do
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